艺人安钧璨因肝癌病逝，圈内不少好朋友都出席了告别式吊唁，送他最后一程。和他私交甚好的小 S 也和老公一起出席，在会场哭到泣不成声，哽咽受访。就在当天晚上，他特地下厨做了四道菜献给小安，只为了实现当初对小安的承诺。小 S 昨天在网络上po文，小安答应你出院要做一桌菜请你吃，现在太迟了，但今晚这桌菜献给你，我特别做了清淡健康的菜，希望你喜欢。并随文po上四道家常菜的照片，有人看了都忍不住说眼眶要湿了，但也有眼尖的网友神回，小安一定喜欢，鱼不就吃了一口吗？YES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